黄国昌，当然就会有曾小贞、傅昆萁。黄国昌、傅昆萁，哥俩好一对好。今天傅昆萁总算让我们看到了他大魔头的真面目。傅昆萁他说，他先前被关是民进党害的。傅昆萁，敢做就要敢当，犯罪就要坐牢，不是吗？如果照你傅昆萁的逻辑的话，那现在关在监狱里的，通通是民进党害的喽。这莫名其妙。当然，傅昆萁今天也跟大家说，他就是曾小贞，他不演了，他简单粗暴，傅昆萁就是来报仇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坏事年年有了，今年特别多。我比较不理解的是，伪君子黄国昌，因为一般啊，犯罪者在得逞之后都要四处窜逃，没想到他刚才竟然跑回犯罪现场，天哪，还洋洋得意。上礼拜五，我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我经过他们那边，突然间看到黄国昌面对着镜头，在要他的观众说欣赏他黄国昌俊俏的脸庞。天哪，原来黄国昌的虚伪来自他的自恋。自恋男黄国昌，伪君子黄国昌。所以我要呼吁民众党团，你们应该幡然醒悟，起义来归。你们应该跟伪君子黄国昌划清界限，你们应该行使